我跟鬼一样，你才跟鬼一样，说我跟鬼一样。哎，嗯，匹配报人呢？47000分，可以，这个人，哦哦，他声音怎么这么大？他是小球，我是大球，这个人快50000分了。快50000分了，兄弟们，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分代表什么吗？我只有30分，赢了也就加几分，你知道吧？他能打到快50000分，你说这个人打了多少把？但如果这个快50000分的玩家他赢不了我，你会怎么想？你会怎么想？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天才？细节哦，这波细节，这一波切底带很细，力度控制的也完美，绿球有角度，他不打绿球，这球绿球切中带难的呀，从这里偷进去太难了，不太可能进了。哦，他切底带，好，这波黑八直接，哎呀。没了，嗯，输他一杆，没办法，对吧？这个我没办法，哦，他给我上手，他也没了。说实话，他也没了。高手过招都是这样，给我上手，他也没了。继续，你有本事你就硬一杆，一杆清台，你清不了，对吧？那就开始我的表演，开始我中山桥一霸的表演。这个你进不去了吧？好，虽然我。到我了，但是我没有什么角度进啊。我们现在好像唯一能进的就是这个15号撞9号的一波中带，那么15号要撞这个位置才行，也就是说我的母球要击打15号的这个位置。来一波二条，嗯，好，很细节，轻推一波，我操，神龙至尊，圣龙李青啊，神龙至尊，圣龙李青，看名字就很屌，看看他的这个实战效果，今天刚出的啊，神龙尊者，圣龙李青。好，到我出招了，到我了啊，咖啡球底带肯定是进的，没问题，力度不能大，因为我要叫这个球。九号反切底带要非常的薄，差不多啊，力度要大。嗯，不应该啊。怎么会没碰到球呢？奇怪，明明看的是可以打到的，
他这个黑八解决不了，他不一定赢，知道吧？你们别笑，他这黑八怎么打？他能把这黑八打进去，我头剁给他。他炸胡一波，好，他把我球给炸开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对他来说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一波就没了。哦，他连杆是吧？他轻推一下，把推到洞口。哦，行，那你没了呀，兄弟，你没了。我们先12号中带加个赛，往前一个走位。哦，这波要往前走位，微调。好的，问题不大。走到下方，13号和这个都可以叫，我们叫这个打这个，叫这个一波结束啊。13号轻推底带肯定是没问题啊。好，这一波呢，最好先把这个球处理了，因为我们打到这边的话是属于长台进攻，先把这个处理了。那处理这个球的话呢，一定是要很薄的，而且力度要大。一波中带问题不大的，微调一下啊，这波力度要非常的大。这一刀切很有功夫的。好，调好了，游戏结束，兄弟。10号底带，11号，然后黑八。11号贴库切一波，撞到这个位置叫10号也行，哪个更好呢？其实都差不多了。这个要加个赛，力度要稍微大一点。我操！我明明加了一个右旋赛，怎么他不走位的呀？欠缺那么一点运气，我还有多少豆子？哎呀，怎么就400多万了？我要把它打回来。认真打，这把不叫，不叫。虽然我牌很好，不叫。但我打地主应该是输，这把不叫，不叫，不叫，不叫。都不叫，这么稳吗？三个头有点多哎，讲道理，这把可以叫哎，搞不好就补三个炸，补到的话补一个炸也行，补两个炸也行，这把飞机叫了，别补过，别补单，不加倍。我靠，你给我补三个单，我打个不加倍，不加倍，顺子，不要，行，过，神补。飞机，服了，真服了。pass， 要不起，对九。给我补三张单牌，服了服了服了。对二，不要过。对二封我，行。打个机器人打。哟，他对二把我封了，他还在放对三，我这你对二有没有炸吗？有炸我就认输，反正我一张牌，你们有单牌我就，啊，小王给 coffee 了，说明他也有炸。托管托管托管，小王在手心不得。怎么说嘛，你有单你总得出的对吧？你有单你总得出的。那你有单你总得出，你扛嘛。你呀，你小吴哥还给他咖啡，哎呀，你这个麻瓜，哎，好舒服。叫地主，补个二，不强。96，补的不怎么样啊，但超级加倍应该可以。超级加倍，这个阿峰啊，超级加倍有东西，那我们要把它看住。5678，啊，不行，单牌有点多呀。先来个单三吧，先来个单三。二说一手话就很香了，二能不能说手话？二直接上二有东西哦，那我们大王
不出小王，出小王的话别人就知道了你大小王在手。炸弹炸我，这个人很急，但我没有多余的炸弹，我忍他一手。我但凡有两炸我都给他一炸，我先忍他一手。该忍时就要忍，四单二我是肯定要打你的兄弟。怎么感觉他好像知道我有那个，你还有炸吗？给 coffee 了，让他炸我的意思。你有东西吗兄弟？不要。你有东西吗？你没有啊。那我现在打，我现在打三带二，你是不是头皮发麻呀？你不可能要得到吧？炸我那没办法嘛，你出嘛。要不起。单牌在手吧。对九。牌还很整。行，96万，这一把输的没脾气，牌的问题。